主料：南瓜150克，黏玉米100克，小米面80克。辅料：水800毫升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玉米粒从冰箱里拿出来化冻。小米面80克，小米面加凉水调成稠糊，南瓜切成5毫米厚的小块。锅里放水烧开后，放入南瓜、玉米粒煮5分钟，倒入调好的小米面糊，再煮3分钟即熟，盛入碗中。烹饪技巧：南瓜不宜与羊肉、虾同食，与螃蟹、鳝鱼、带鱼同食易中毒，与鹿肉同食可导致死亡。南瓜也不宜与富含维 C 的食物同食，倒入调好的小米面糊，再煮3分钟即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G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